Hit the bells out. Hear the bells from afar. You are the brightest one among the stars. Thinking out loud. Thinking over old friends. I noticed now it's been a while since they left. Long time no see. Welcome to my country. 谁来接机了？你听得懂吗？ Can you understand? I can understand. Maybe she say, I'm in Tokyo. 这次的日本当地导游。 当地导游，现在要去接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刚到机场，两个小小的人走过来了，我们刚刚在机场大迷路，我们的行李像是要移民来日本一样。喂喂喂，有人在家吗？现在要去东京，吃饭了。 这是我现在失误的时候教他唱的中文歌。我们到东京了，终于，这个成田机场离这个世界太远了。每次来日本，我第一个都是先买这个明治牛奶。这喝的不是说它好喝，我喝的是回忆。是的，经常。 好的，未来可期。第一顿饭，那就来到一个那种小小的店。我们这次的日本之行呢，是有本土的日本人当我们的导游。 It's hot. Yeah, you drink it. Yeah. Because it's normal in Japan. Oh, really? Like you, it's so hot. Oh, it. What do you mean? Nothing. What do you mean? We ordered. One, two, three. 就是所有的寿司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鲑鱼，还有这个鲑鱼卵。我们两个人是妥妥的P人，就是应该以后很难有男生能够接受我们如此美食。没有计划就是最好的计划。 If you live in China, you will die. Yeah. But I remember Japan have many spicy ramen. Yeah, so my friend. You didn't eat. Last time I give you Korean noodles. Did you eat? No. 那完全不辣。是吗？这个太辣了。And Japan have kind of like a hot food restaurant. Name is Akakala. Akakala. Yeah. Akakala. 付钱的男人永远是最帅的。这个我看小红书上面很多人推的。谁在大冷天吃冰淇淋啊？我们第一天住的这个超级无敌小，就这样子而已。 我觉得大家出来玩那个坐攻略还是要慎重，因为今天我们进去就是便利店买了那个，就是那个他们说很有名那种烤布雷的冰淇淋，然后这家酒店也是我看小红书很多人推荐的，然后结果都有点踩雷了，所以真的还是要慎重一点。我们现在要从就是我们的酒店，然后走到歌舞伎町，不是歌舞伎町银座那边，然后会经过歌舞伎町。他的内心只有想到歌舞伎町。
但我觉得日本的市容真的蛮干净的。You are the brightest one amongst all the stars. Thinking out loud, thinking over old friends. 我们的计划呢，永远就是没有 plan 就是最好的 plan.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离吃饭还有还蛮长一段时间，我们也不知道干嘛，我们就来吃抹茶。嗯，饭前加餐。是咸菜吗？陪呀陪呀。Hello， 好久不见。哎，对，你的 vlog 怎样？现在？你这不是我的死忠粉丝，对啊。好，拜托大家去 Sherry 的 YouTube channel 去 subscribe 一下，订阅一下，好。然后 drop a like， 然后 comment。好不真诚。三个女生穿着黑色短裙。然后往上看，看到三个大屁股，黑色超短裙子配上，那他们有穿安全裤吗？没有，有真理吧，真理裤啊，看起来像真理裤那种，就是超短的超级的那种。那你们怎么前面没有去那个猫猫店？不去。那你自己心里是，你自己心里，他一个人去，我觉得他被骗了，被骗。对啊，那些听说是在骗你消费，对，骗你消费。那我们现在被骗怎么办？我们有变帅哥啊！哦，你可以就是学东西嘛，什么去放一些魔法，让他对，做一点魔法，然后让他好吃一点。就是他们会做这些事情去在吕布咖啡蜜语啊什么的，然后讲完了，然后这盘东西都会变好吃的这样，懂吗？在你面前，然后他们会一。他会在这边念，然后你跟着念，然后一起念完，然后就好吃，就是很骚啊那种说法，就是那种很焦点的声音。你怎么知道？看我听好不好？我没有去过。那讲的他真的很像去过啊。然后我觉得很搞笑，连魔法就是一样的东西都会知道。我们现在要搭地铁去徐福雅。分量都非常小，所以你看它的那个点也是很小的。对呀、啊。If you go to a maid of kiss, everyone、yeah. say nyan nyan. Today I went to China. 带我们泡泡浴，没有，先带个泡泡浴。带我们去泡泡浴。Like some girls walk up to you and wash your body, wash your entire body. Yeah, they've been talking about it. Like, I know. Like how many? 来，他包我，他包我。我们的话题已经做了十八分钟，哦，还没到。现在来。今天日本的天气超级好的，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就洗头感觉有太阳的话就不会说很冷。昨天跟疯了一样，我们喝酒然后喝到差不多四五点才回去吧。他们这边日本的退房时间都是很早的，我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差不多的年纪，就是无法再这个样子喝酒了，就是隔天起来就感觉少了半条命。我们来买果汁解一下酒。杨杯杨杯，你有想到就是来日本的第一天就是这样子吗？万万没想到午餐来吃这个寿喜烧。要来吃日本真正的寿喜鸭皮，现在看到那个酒单都想吐了。但是我看他们很多人可能周五出来吃饭，中午出来吃饭，然后每个人就已经先点了一杯啤酒，感觉在日本工作压力也蛮大的。天底下的打工人都是一样。周老师赐巨资的松坂和牛，这个是未来艺术节的，就是大师。来，见我们尊敬的周老师。在空餐里吃的什么？我每天吃的东西都一样。他说我未来十年内会有婚姻。我感觉你现在结婚你都会出轨。他刚刚很难以置信的跟我说，说什么？这就是东京塔。我说是的，素。这就是传说中的 Tokyo Tower。 I left our names written in the sand。 今天换了另外一个酒店，我的生日酒店。升级。我们看出去是这样子的。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现在要 City Walk 走去东京铁塔。我们现在在找寻就是拍照打卡的景点，但是我们找不到。找到了，就是这个公园，然后可以旁边直接照到东京铁塔。你要看我，你不要就是我在假装聊天的那种。你会给我们都会谈恋爱呀。现在的天空超级美的，然后我们房间的东京铁塔，我们现在回来酒店了，然后等一下就是要在酒店的那种高楼层的餐厅吃我的生日晚饭。东京它真的蛮好玩的，主要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也没有计划，然后就这样随便乱晃晃，就是也蛮舒服的。我也给他买了一件礼服。欢迎大家来2024年 Sherry 你24岁的生日晚宴。谁说不能黑白黑白？我们两个人今天的浮夸穿搭。他给我买的生日礼物。哇、！Thank you. I hope you like this one. I'm not sure. 哇、！我的生日晚餐，还有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虾没看到。
所感觉它这个餐厅的那个分量都蛮小的，然后配上东京铁塔。Everyone can be a rich man and a rich woman. Ah, 说中文怎么可以？希望跟王安桃今年都可以遇到好的男人。我们今年搞一点纯爱吧。好的，我们要一张纯爱专辑。然后第三个，许下心里给自己。